上起床先喝杯水吧。各位早安，今天第三天了，来这里的第三天，先准备吃早餐了。今天天气相当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会相当的丰富。我们来到了早餐吧。这里的用餐地方相当的广，还有外面，那这里是有熟食区，目前它都是盖盖子的，那后面饮料区。哎，老师早。还有户外。哦，真的是它的户外用餐区。老师在用餐区。有个要出来咯，有个出来咯，有个要出来咯。今天吃就是吃大概这样，考拉帕克，这里是无尾熊动物园，那大家都赶第一批的，所以我们就得慢慢的排队吧。啊，才刚讲而已，马上就可以进园了。外面有它的商店，阿伯谢谢。心情爸爸帮大家开门。令人兴奋的行程，羊呢？哦哦，他们还是会跳的。今天把镜头全都给动物了。不要插花，竟然有一只羊在那里咩。
啲嘅，真係加鹽，而且佢哋加鹽，加鹽乜？叫我陳俊文，我哋嚟邊度先？山鸟。But if I miss, the theory is, we'll come back up, come back around, and come back to me, or in the general area, so you didn't have to go after it. The boomerang design for killing emus was a bit bigger. It was about that big, but that was never designed to come back. It was designed just to kill them. So, I will ask if you can step back away from the fence a little, because sometimes it does land here.Keep an eye out. Hey! One more! One more!跳了。袋鼠，我们喂它吃饲料。找寻袋鼠，啊，还有毛，好软。谢谢你。
你好捧场啊！今天你们都是主角。然后把他翅膀打开，给他钉在墙壁上惩罚他。然后呢，鹦鹉就很难过，垂头丧气，就看到隔壁啊，的十字架，他们也钉。不能，他有讲话了吗？钉狗。小翠鸟，这里有人丢牧草，所以都在这里吃。这里应该就是今天用餐的地方了。那这边有个贩售部，应该就是在卖娃娃啦、T 恤啦、纪念品啦，对不对？哇塞，好大！我们现在港湾大桥上面，在我画面的右。边这个就是雪梨歌剧院，这我是我上次没有走过的地方。现在来到了艺术馆，我这里采用 RE 照相机，因为这里不方便使用自拍杆，所以只能在这里到处看看呢、啊。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看不懂的作品。
看到这个鸟了。一次还三只哎！26年前的回忆重现了，当初也在这里拍个照。在拍照完之后，我又要离开这里了。下一次再来就不知道在哪时候了。那这里也是很多观光客还有同学、当地人自己爱来的。饮水台，我们刚才走这个桥，然后我的前方就是雪梨歌剧院。这个是同样是我26年前来的地方。但是我忘了是不是走这里。前方，先把画面交给大家。再次把距离拉近，我们继续往前走，雪梨歌剧院就在我们眼前呢。今天这里的人也相当的多啊，因为这里本来就全都是人吧。前面有游轮，拉得更近更雄伟。看这海鸥有多凶，直接站在桌子上面。海鸥在等吃的。我记得以前有来过，可是这里印象已经有点模糊了。Yes， 可以到楼上来再继续往外看港湾大桥，还有船呢。下可以看到整个海湾，而且还有这种反光型的玻璃。这里下来之后，我们参观完了歌剧院内部。那这边的话是它其他的一些设施，还有售票口，还有出口。这张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个后置，但是也发现到为什么不能拍照了。原来这是个生意手法。各国的观光客都来朝圣，这里是雪梨歌剧院。那大陆的讲法是悉尼歌剧院，那英文的统称讲法就是 Opera House 啊。好，准备步出雪梨歌剧院吧。26年前来跟现在来几乎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很怀念以前，但是也是看不到了。那我们就把这次的影像作为纪念吧。现在来到额外行程啊，我们要到那个要去雪梨塔。那它是雪梨的市中心的地标之一。现在光是看悉尼景点联票。
是雪梨的景点联票啦。这里看起来就是个百货公司一样，要说它像101呢，也是有点像。那我们现在在等票，Buy tickets for today。Why lie? Why lie? 4D 动感电影。啊，这是个可以转的。现在在这个大洞的右上方就是雪梨科技院，然后左上方是港湾大桥。那这边就是个看夜景的一个圣地啊。现在这里是雪梨的市中心晚上的街道，我倒是没有晚上还逛过雪梨耶。在我后面真的很热闹，雪梨塔就在我们的头上耶。怎么会这么刚好有烟火啊？哎，这里还有一台新车发表，直接就停在这里。今天的加码行程，除了去刚才的雪梨塔以外，那就是去抓雪梨歌剧院跟港湾大桥的一个些不同的角度。这段路因为在爬山，所以我有点喘。接下来我们要去吃东西，很丰富的一个加码行程。我们来这里买宵夜，买我们的派。这家生意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听说前面商店的相片啊，都是一些大牌，一些有名的名演员。没有名演员，他们还不放呢。我们在前面看一下，好，这就是以上一个买派情况，他的这边的生意相当好啊。海鸥看到有吃的就来了，在这里盘旋，准备伺机降落。那吃的这个是牛肉派，牛肉派，一个5.4的牛肉派。满满的牛肉，那整体上也算蛮好吃的啦。回到饭店来了，那最后一天了，想说澳币也没花完，那就能花的地方就把它花一花吧。Hello, good evening. 那21 dollar please.Oh, thank you. 简简单单的换到了，然后我们就来进行把食物给吃光吧。